大家好，先补充一下上一个视频，就是历次加息呀，从来没有在经济最差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加息的时候加的，都是在经济最差，出现一波小反弹，那么大家认为繁荣要来了，反手给你一个加息啊，08年、15年都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经济最差的时候吧，你再加息，那这个经济会持续往下坠的，持续往下掉的啊。那当经济见底了，有一波小反弹，那就意味着有上升的趋势了。只有这个时候呢，才能够加。那回到今天的话题，在2月12号，那么《人民政协报》发了一篇文章，叫做"促统必须同时和岛内两股势力做斗争"。他说，反独促统是目前大陆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啊，对台工作的一个原则。那么岛内表现为两股势力。一股是把台湾独立作为最终实现目标的民进党内的反动派，这股势力称为民独；那么另一股则是表面上打着坚持一个中国旗帜，实际上勾结美日等国际反华势力，以反共之名行反中之实的国民党内的少数顽固派，他们很多时候和民进党内的反动派相互勾连合流。威胁两岸和平，破坏两岸交流，这股势力被称为"岸独"。对"一明一暗"两股分裂势力，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。这个首次啊，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啊，国民党是这个"岸独"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"岸独"、"华独"，但是过去啊，大陆的官方口径始终没有谈啊，过去大陆的官方呢？对吧？一直向我们宣传啊，民进党搞台独，国民党坚决抵制，对吧？导致大陆很多不翻墙的民众啊，对国民党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。这一次呢，算是挑明了。那首先，为什么是人民政协发表？过去呀，这个还谈啊，国共两党是兄弟。你看连战来的时候，那热烈欢迎，对吧？连爷爷，连爷爷，你来了。对国民党啊，看的还是很高的，还是中共和国民党直接对接的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国内也宣传过一段时间啊，两党之间，对吧？兄弟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这个和台湾自身的实力有关，毕竟92年，台湾的 GDP 呢是大陆的45倍，啊不是啊，是45%。但是如果算上人口，那台湾的人均 GDP 啊，是大陆的接近60倍，那现在呢，2倍都不到了，对吧？从92年到今天30年，从60倍到2倍啊，台湾自身衰落的厉害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国民党在台湾呢也成了烂党了啊，国民党自身呢也拿不到政权了，你都拿不到政权了，还和你谈个屁呀？那还有第三个，国民党呢本身啊也并不是奔着统一来的。过去吧，大陆呢想稳住台湾，稳住国民党，很多呢并没有掀开来讲，所以这一次是掀开了。第二个呢，为什么是人民政协，对吧？那你已经不能和中共平起平坐了，你已经不是兄弟了啊，你已经被归到大陆的，大陆也有几大民主党啊，所以国民党呢也就归到这几大民主党里了，对吧？你现在是归政协管了啊，你已经归政协管了。那我们大陆有正根的国民党，对吧？民革啊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民革，对吧？那日后呢，就是统一之后啊，就是由民革来改组国民党啊，国民党加入民革了。这个很多国民党啊，还在幻想着类似香港特首啊，这个当个政协副主席呀，也当不上了啊，你要归入民革了，你顶天啊能当个民革的副主席啊，顶天能当个民革的副主席。对吧？所以就是第三点啊，国民党的地位呢在严重的下降，不仅仅是下降，对吧？而且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了，就说把话题啊已经挑明了，而且国民党呢也是岛上台独势力的一支，虽然他用了这个少数吧，但多数少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事情呢已经给挑明了。对吧？同时，他对民进党也没有一竿子打死啊。他说的是民进党内的反动派啊，所以对吧？把国民党、民进党也都放到一起谈了啊，你都差不多对吧？
对民进党也没有一竿子打死啊，说的是民进党内的反动派，那意味着民进党内有不反动的呗，这就涉及第四点，对吧？和民进党啊是有接触的可能的啊，是有一定的接触的可能的，对吧？如果你不是民进党内的反动派啊，那是可以接触的啊，是可以谈一谈的，对吧？是可以聊一聊的，谈得成谈不成不重要啊，但是可以谈一谈啊，我觉得大概就释放出了这么个信号，那就最后嘛，大家都关心的，什么时候统一台湾呢？对吧？还是快了啊，快了。吴世荣认为2025之前就要统一台湾的。那这个文章呢，对吧？也意味着呀，统一台湾要加快速度，对吧？这个我们老统战对象了啊，这个国民党，对吧？这个国民党搞华独、搞蓝独啊，这个事情呢，对吧？直接就挑明了，挑明了呢。就意味着呀，啊，国民党当中的少数，这少数是多少啊？这个东西是可量化的，你是多少啊？等等，都成为敌人了啊，都成为敌人了。那岛上两党呢，对吧？都是敌人了，都是敌人了，那就可以亮剑了嘛，对吧？这国民党呢，啊，这个打着大中华旗号，实际上是反中的啊，对吧？先把这个基调给定下来啊，基调定下来，那下一步的问题啊，就好办了啊，好办了。还是啊，这个。俄罗斯打乌克兰啊，我们统一台湾，对吧？虽然很多人讲俄罗斯出退兵了，但是你不能忽略啊，俄罗斯撤了一部分兵，但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出台了一个议案啊，俄罗斯国家杜马就相当于我们人大、美国议会要乌东独立出来，对吧？你不能忽略这个议案的，这个议案你看起来是退了吗？其实我觉得是进了啊，这俄罗斯是在往前进的，继续往前进啊，要乌东独立出来。所以还是坚持老的论调吧，啊，这个啊，普京对吧？这个打乌克兰啊，我们呢打台湾啊，我们打台湾，双方啊齐头并进，那么美国呢也疲于应付，台湾的好日子不长了呀，啊，不管是这个蓝娃娃还是绿娃娃啊，对吧？日后啊没有多少好日子过了，啊，都已经成为解放军的打击对象了，对吧？这个百万雄师啊，随时过海峡啊，百万雄师随时呢都会把台湾统一回来，统一回来啊！我觉得呀，先把这些绿娃娃的挨个抓起来，包括一些蓝娃挨个抓起来，对吧？一人拿个竹签子，专门抽他们的嘴，给他们嘴抽肿的啊，或者拿牙签扎他们的嘴，那嘴贱呢，想想都讨厌啊，想想都烦人，想想我就想拿这个牙签扎他们的嘴，使劲扎扎扎扎扎扎扎。啊，尤其像涉毒日记这一类的，就得抽他们嘴，使劲给他抽，一天抽他8回，要不然实在是太讨厌了啊，烦死了。那我看微博有评论说朱立伦回复了人民政协这个东西，我没找着，我谷歌了一下没找着啊，微博上也没说他回了啥啊，没找着。那我估计朱立伦可能没回啊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朱立伦的脸书，也没有回啊。大概在那段时间，朱立伦脸书只发了一个东西啊。说这个，香港的民主，对吧？说这个香港现在不民主啦，不自由啦，香港现在硝烟尘上，那你看看朱一伦这个话啊，这个话，对吧？很反映问题啊，所以我觉得朱一伦真正要回啊，大概还是老生常谈啊，什么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啊，不能破坏台湾的民主自由等等。但其实人民政协这个话呀，就是针对朱立伦来讲的，对吧？国民党内少数顽固派，对吧？和民进党反动派相互勾连，对吧？而且勾结美日反华势力，这说的也是国民党，说的是朱立伦嘛，对吧？都知道啊，朱立伦，美国 CIA 的线人，和美国勾连最深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一次人民政协呢，最后，对吧？说的很清楚啊，就是这波人破坏两岸和平，破坏两岸交流。对吧？所以是你们在破坏和平啊！哪一天啊，百万雄师过海峡，对吧？打仗了，真打仗了，这也是你们的责任，因为你们对吧？这个搞独立啊，不管是明着独、暗着独，都在搞独立。所以啊，真的揍你们了呀，你们也是活该。所以有了最后一句，对吧？对一明一暗两股分裂势力要坚决的斗争，怎么斗争啊？对吧？怎么斗争啊？那就只能真刀真枪的干。用邓小平的话讲，狭路相逢
勇者胜啊，用毛主席话讲，对吧？枪杆子里出那啥啥啥，对吧？就得还是得靠枪杆子呀，还是得靠武力统一呀，否则的话呢，解决不了问题啊。这个不管蓝的绿的，那都天天在跟你那扯皮，明着九二共识一个中国，实际上呢，都是在搞独立，同时也表明了一点，民进党、国民党本质是一回事儿，背后的大佬都是一拨人。别看党内这帮民众忽悠的一愣一愣的，对吧？今天支持绿的啊，明天支持蓝的，但事实上呢，背后的金主、背后的大佬都是一波，在反复的操纵，操纵面上的这两股势力。一方面呢，在操纵台湾的民意啊，在忽悠台湾的民众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对吧？也在忽悠大陆啊。不过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啊，这个哇哇，不管蓝哇绿哇的好日子，基本都到头了。统一的进程呢也越来越快了。那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，喜欢的请订阅一下。